由读者提供的片段可以见到，现场一片火海，仲隐约见到入边嘅车都烧黑晒。呢度系八乡林锦公园近黄竹苑，星期四晚，一间面积大概约20000平方尺嘅汤车场发生火警，据报更加传出爆炸声。消防接报赶到现场，用咗2条喉同埋2队烟雾袋扑救，佢哋用咗大概1.5个钟头将火救熄，事件中冇人受伤。受火警嘅影响，现场交通一度受阻。